既然你们两个都会魔法，不如我们举办一场魔法比拼吧。哦对，还有珍奇，珍奇也是独角兽，他也会魔法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魔法比拼的两位参赛选手，有请紫月。本次比赛随机从魔法书中挑出三种魔法，两人进行比拼。我宣布第一项比拼，魔法如意变。佩奇魔法变变变，独角兽魔法如意变。佩奇变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，紫月呢也变出来一个，但是在外貌形态上就佩奇的更像。我宣布这一局佩奇胜出。谢谢大家。接下来进行第二项，风之祈福，将自己的助演嘉宾变大或变小。接下来我想邀请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来做我的助演嘉宾。接下来我希望我的弟弟乔治能够做我的助演嘉宾。叫我这姐姐，好吧，我就帮助你这一次吧。我该找谁呢？碧琪，碧琪，你想做我的助演嘉宾吗？当然啦，我的好朋友紫月，你知道的，我非常乐意帮你。我们的两位参赛选手都找到了自己的助演嘉宾，分别是紫月和碧琪队，佩奇和乔治队。我宣布比拼正式开始。佩奇魔法变变变，独角兽魔法风之祈福，亲爱的森林的父老乡亲们，小马谷的亲朋好友们，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。佩奇将乔治变大，但是和乔治有些差别，整体形态不太清晰。我们可以看到紫月把碧琪变小，形态和之前完全一样。我宣布这一局紫月获胜。我的紫月终于赢了一局，不然他一定会非常难过的。